志名誉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，同时我都是国际狮子总会中国港澳三连山区上届总监梁丽琴。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大湾区杰出关外女企业家的选举，也都得到大家的认同，从而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感受。参选这个选举的最大的目的都是想将关爱这个讯息是发放出去，身体力行，服务社群。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杰出的女性，只有我们关心我们身边每一个人，每一日送出微笑、关心、眼神，那就可以带出一些正能量，令到香港更加美丽，也都令到香港更加美好。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伸出关爱之手，为社会、为香港做出更大的贡献。